这样说我好惭愧耶，因为我今天晚上结束了以后，我其实约了我的好姐妹们聚会。我就跟我老公请假了，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饭店，我要去跟我的姐妹睡。梁咏琪唱完小巨蛋图包重磅新讯，老公女儿都现身，松口好姐妹徐若瑄近况。巨梁咏琪13号在小巨蛋开唱，她超级暖心，鼓王为花莲大地震送暖，更带来各种经典曲串烧。是预料之中的，对，预料之中。然后，大家也很嗨，真的很激动，很兴奋。我也很兴奋，所以我刚不想走，我现在有点后悔，我刚应该再唱久一点。不止梁咏琪，西班牙劳工和女儿到演唱会现场加油，台下更星光熠熠，集结玉女歌手们李心洁、杨采妮、许茹芸，连徐若瑄都来了。关心那个避免最近的状态。就是知道，但没有多聊。其实真的也没有时间，因为他来了，我们一碰面就是我在台上，他在台下，也没有办法聊到。对，但我看他气色就是蛮不错咯，然后他也好像要发片了，对，要准备发片，很努力的，一个妈妈。听够了吗？不够，是很多歌还没有唱到，就是。我已经把今天台北的歌单变成一个全100%的国语歌，但是我还是很多的歌曲塞不进来耶。很多歌，你们要听哪一首呢？啊？好，乖，我知道。今天真的是唱不完，这样子，我们下一次演唱会，我们把今天没唱的歌都唱好不好？在那个演唱会，那什么时候？今年7月好不好？好，今年7月，我们在 Legacy 好不好？我是认真的，我场地都定了。我要欢迎大家7月份来我的梁咏琪 Sidetrack 演唱会，在 Legacy， OK？因为我今天晚上结束了以后，我其实约了我的好姐妹们聚会。我就跟我老公
请假了，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饭店。他说你就去啊，我做什么他都很支持我啊。他跟女儿特别飞过来一个晚上而已了，我要去跟我的姐妹睡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没有什么亲友，我们就是聊天聊到天亮就这样。会喝酒吗？不会啦，我们都是妈妈了，我们都很养生的。就是妈妈才要喝酒。对呀、啊，有点苦水。好了，有许茹芸在，我们会微醺一下。